如果你想了解 OneNote 更多的功能，想要拥有更多互动的机制，建议您可以使用注册的方式来登录 OneNote。按下会员登录。这里提供两种注册方式，首先是使用社群账号，输入您的账号资讯。允许授权，这样就完成注册了。第二种方式是使用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注册，选按还没有账号注册，输入您的姓名、电子邮件地址以及您想要设定的密码。系统会自动寄出一封认证信，要请您到您的信箱收信后进行确认的动作。进入邮件信箱后，您会看到一封来自 OneNote 的邮件。里面已经附上启用码。或是您也可以选按下方的连结，进行账号的启用动作。完成账号启用后，您可以从会员登录，使用您的 email 跟密码进行登录的动作。